各位大家好，继续辛苦，真多谢予恁参与咱台湾民政府的行列。也今仔日看到台湾历史的真相，有人是兼在看对迄个网络看到，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带你来遮，还是你家己伫路边上哎看到哎，什么国旗啊？到底这个国旗是什么？那当然有的是，看到一些新闻或者是你们朋友的一些的消息。我们很清楚台湾民政府的存在。你们从初级班对初级班到今仔日高级班，两个条例是真清楚。流亡政府不得移转，流亡政府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是的，不得就地合法，占领者、征服者不得移转主权。这两条是让台湾民政府真正最根本的基础，是伫台湾民政府了后，特别。对2006年10月24号控告美国的时候，让他必须定从一两年的时间去研究，到底台湾要怎么出去，那怎么会让台湾真正的真相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请求您的公司。你若不是董事会内底的董事，你袂当入去，对吗？这是依法规定的。那今仔日中华民国台湾人亲五界的所在，就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是一般台湾人的五界。是安那五界70年的教育。在70年的教育真的不容易，要改变这个观念真的不容易。一个人的观念，你必须清楚了解、了解、了熬，真正顺也真实，顺也老，会当这个心是真正存在，像就有一个道理存在，像真的合法的道理，都很清楚。到底这个存在不存在，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今天台湾民政府就是改变今天我们台湾人一般的观念。那一般的观念，因为都是活在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之下，而且我们看中华民国制度呢，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无论从小一直到大。我在小时候，我是胎儿族的，所以我好了我不能等，但是我尽量学习，是向你们学习的呢。但是你们很难向我们胎儿族的话学习，除非你跑到我们胎儿族以后上班的时候最起码我是爱学习我胎儿族的话语，这样好不好？好，这互相嘛。所以我们高沙族从小就压力很大。那40多年前，经过洗干，我现在60多岁。那广东的老师呢，讲广东话听拢无。结果我们有一个很顽皮的同学说：“既然咱听拢无，那赶快，咱嘛会当用家己话语甲老师讲。”这个因素，艺术那个大陆祖国哪能把那要素跳舞不？当然跳拢无啊，跳舞唔捌啊。所以，那个广东老师说：“气个，到底你们在欺负我还是干什么？你们这个闪地人啊，专门出丑。”开始出丑了。我们以前还不知道什么是出丑，只有杀人头而已。我有一个比较大的说，老师，假设我们出草的话，你不在这边了。
所以这样的经历呢，让慢慢的去改变一些的教育文化，没有办法改变的。然后进入到初级中学，然后到平地都市读书，拢得袂到，袂晓讲中文呢。我最近几年中文还慢慢的有进步呢，是我太太帮助我，因为我太太是西雷人，所以我们文化有些不同。我太太说，因为有人说你们，有人在问说，哎，平地人怎么会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那这样的话嫁猴就变成猴子了。我就跟我太太争论这个问题，一搞讲，不是啦，这是形容而已啦。不，我就一直在争论说，怎么会只有形容？这个就是不是你们平地人，是中国文化传到这边，然后传到你们的周先，然后告给他去。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还没统计。但是我这样分析的时候，不能就是啊，哪一个把人中国人，哪一个中国人能够把人看待？几乎都是把它当作动物来看，妈什么酒啊？他不是说跟高沙族原住民说，我们把你当作人看待。哎呦，这一句话就几个大学生的原住民高沙族的青年就向老马抗议。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人。那我们高沙族无啊？那些动物都是跑到我们肚子里面的。你们当中有素食都咖喱都看了哈，只要你吃素的话，现在山猪也好像高中大学毕业的，以前很容易被抓，可以抓到。今天记得哈，山猪跑到我们的田园园地哈，它也会，我们放陷阱的时候，它也会。哦，他把那个陷阱移开，你看，这个就是高中毕业的，我们称他是高中毕业，以前马上被抓。那现在猴子呢？我听到我的叔叔说，因为苗栗地区种很多田氏嘛，那我叔叔说，猴子很厉害呢，他跑到田氏园哈，有一个比较大的，他带塑胶袋，因为他看到。我们几个高沙族他也带塑胶袋嘛，然后就把田氏放进去搞嘛，是赶快他也然后拿着这个田氏，然后就这样拿着哦登去，然后再分给他的家人。哦，那个就变成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搞。所以这些会破坏整个我们的农产品。中华民国有处理不？中华民国还有在山上的高沙族的政府人员有处理不？拢无啊！灾害给你说啊，认识的时候给你灾害的钱，给你几千块，哦，一瓶2000块，然后有五给你10000块，打发出去。那我听过。平地人就几十万，有的是几百万，这样不公平。所以要改拢总不公平，加拿大台湾民政府会当改了，这样好不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也是要参与了，不能观望了。哦，然后有的人辛苦了，那当然我是期待你们高级班上课以后回到你们的郡、你们的州，熊熊参顾礼拜暗参会，晚上的参会，这样多多了解，安尼了解了哦，会当进殿对台湾民政府的熟悉。所以回到我为什么用红胎来譬如，红胎的本质特质，赶快。中华民国的特质，有淡薄的同款。我们看看，我们既然参与咱台湾民政府，我们就今天受高级班的训练。队长，今仔日明仔载，
有做笔做笔记也可以去整理。然后重点是，然后你要把你重点是传给你的朋友清楚知道的时候，安尼有机会来跟介绍你的亲朋好友。那可能有的人说啊，我不相信，哇，一拜两公三公都哦，你拢了解啊？哦，亲戚朋友说啊，不要被诈骗集团奇怪，诈骗集团，转世界诈骗集团就是中共、中国跟今天台湾的中国人呐、啊，赶快弄起中国人、啊，这是巨大的诈骗集团，因为他在1946年。1月12号，强迫强迫咱的祖先，咱的爸母，啊是你呐有70几岁以上，嘛是强迫你，你嘛唔知啊。本来是本土台湾人，是日本籍啊，是日本籍的。那但是强迫咱，这个是违反战争法，很严重哎。假如说能够判刑的话。都可以判死刑的，所以让必须定辅刑。在3月12号，我们也了解，大家手中都有，可以回去好好看。那里面最大的重点是，因为中华民国强迫我们本土台湾人从日本籍转到强迫到中华民国 国籍，奇怪呢。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是按那用国籍，这个骗咱的台湾人啊！中华民国 国籍、啊，所以为什么会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本来身份证是应该是公民，不是国民呢。但是咱唔知啊，嘛是会骗，骗个迷迷冒冒，搞其他事，咱唔知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是被骗到这种的地步，所以唯一改变。刚才台湾民政府把事实弄得清清楚楚，必须定引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这类国际法律依法来去控告美国。那第一次的控告美国，到2009年8月6号。美国国务院就放弃抗辩权，有厉害不？必须定有厉害不？能够让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有哪几个？有的人说啊，让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有几百个学习法学博士的，其实他们可能当中也研究过。为着饭碗，不是饭桶了哈，饭碗哈，对了哈，我讲唔对，饭碗了哈，不是饭桶了哈。所以法学的这些都是为了铁饭碗呐、啊。公交人员当然很清楚的话，公交人员根本没有冲突啊。很多公交人员，然后司法的也都已经训练过我们台湾民政府。他看的，咦，一下子看清楚，因为他们研究过，所以这几个法学博士，你看，为了铁饭碗，没有讲真实，实实在在。你看，我们看这几个月的名嘴的点席来对，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主权，有无？本来是哦，听到真好，哦，名嘴都讲的还有一些道理，还不错。但是最后拢是中华民国是咱的主管，是因讲的。你看，又进入到中华民国，因为他们容易被中华民国被骗说，只要几十年以后就顺利成为就地台湾的合法，成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国家。这个就是用违背了战争法说。流亡的不能就地合法，但是中华民国因宣故，认为是民主，还是这个宣故是真好，是透过咱台湾人的意思，
哦，特别是最近说啊，小英一定会当选哦，那些大家都痛感啊，反正就可以改变国号，又可以改变中华民国的宪法。你在阿扁的第二任的时候，在宣布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我继续连任，给我机会，让中华民国可以改做台湾共和国，然后制宪的宪法可以改做咱的台湾的宪法，制定宪法。哦，台湾人安尼痛到安尼好不好？好哇、啊，双顾嘛是痛到感动个。我是牧师，我们也为阿扁在那边跳舞唱歌，因为好像理念较近，所以因为自以为说我们可以帮助咱的本土台湾人，会当改变中华民国中国人。所以底下跳舞啊，欢喜个，哇！连我们几个牧师都很辛苦啊，对山顶开两点钟、三点钟到台中、到高雄，哇！参与起来阿扁的选举，哇！你当选了，你好不好啊？嘿哟吼哟吼啊呀！哇！你跳嘛是底下跳舞，哦，好人骗个。所以阿扁怎么讲？他们不是连任当选了吗？结果很多人就蒙阴。你什么时候要改变这个国号，然后制宪？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我讲台语这句话比较标准，我试试看哈。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无袂安怎？有无？阿扁的口头禅，你不会安怎？所以，因为被中华民国就任他们的总统，就是这个誓约词里面誓词啊，已经绑住了。我是第几任的中华民国总统，来这边就任，我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帮助中华民国国民。伊无讲台湾人哦，较注意点。那我也实现中华民国宪法在整个中华民国的土地方面，违背以上誓约者，一百零四条底下等阿扁，104条是什么？违背誓约者，死路一条啦。所以阿扁讲，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就是安尼啦。安尼了解无？了解无？有没有清楚？这个很清楚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嘛。那不没有办法做，蔡英文就继续做。他就是为了，好像这个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让台湾民政府很清楚，你看在。最近几年，那个高雄的，本来昨天我跟一位，我们的同心在谈这个高雄的美国学校，跟台北天母的美国学校，奇怪，都已经应该学生都已经减略，而且是减少了，然后为什么美国学校，干那美国学校？又做那么大4层楼，然后计就4000几个学生底下读册，应该都会完工了。那个在天母嘛是赶快，然后内湖的东湖路100号 AIT 会强刷高下，现在是将近7甲左右的美军。东南亚美军指挥中心底下，美国军政府、美军军事政府呢？美国军事政府向我们台湾租99年，甲增加
九十九年，得要两百年啊！是为虾米？奥巴马讲得很清楚，我会回来太平洋。这就是全世界美国做三个所在，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一个是古巴，啊，一个是日本的关岛，还有我们的台湾内湖。所以这个整个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为什么日本跟美国有安保条约，中国就气个台湾是阮的，是按那范围的台湾来对，美国日本不差的，所以保护就是保护，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条例跟我们清楚，美国是台湾主要的占领权国家，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受美国委托，这个蒋介石集团让清楚嘛哈，是美国委托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所以本来来到台湾的是应该要成立台湾民政府，但是蒋介石不成立。他成立什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了后改做台湾省政府。所以他要改变嘛，蒋介石自己改变，让台湾是，也欺骗台湾人民说，这个就是我合法的土地，因为他们用说，你看，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以为说，哎，我就是代表盟军来接受日本投降，那个是受到委托呢，受委托，不是拥有者。那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有看到吗？日本天皇保有将冠，好，掌权在整个台湾澎湖。那美国总统是主要的占领权的一个总统，所以这些都很清楚。那些诈骗集团的事，这个词句都没有了，不可能对2005年到今日2015年，不会一直活到现在。那我去。2年前我们去美国，不是说有几个叛徒，然后我们就回来说啊，高沙祖主席他也是间谍，嚯，高沙祖还被盖章说间谍，但是我们回来都平安啊，都无事啊，没有事啊，都没有事啊。那像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一个经验，让我们很清楚，今天去参与台湾民政府，就是爱了解。让台湾民政府是美军军事占领之下的架构下的成立台湾民政府，本来有挂虎嘛，现在美军就告诉我们，就挂虎不要台湾民政府。然后那今天中华民国，都啊，刚刚我讲的秘书长夫人，在我们这一次的秘书长，还有。228个，还有我们实际上是整个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代表，会当控告美国，第二摆啊控告美国二二八的时间，今年的228，所以3月12号就夫人就带我们几个团体一个团体，然后就向美国3月12号国家的记者会的时候，华盛顿那个地方。公开的发表，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违反战争法，强迫台湾人民，所以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5条，第1到第3条，那边都写说违反人权。人权就是强迫迄个人啊，
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强迫我们本土台湾人。那这些的消息，以前你知影无？你阿未参与台湾民政府的事，你知影无？唔知，我嘛唔知。哦，中华民国扭曲咱的扭曲我们台湾的历史真相。然后你看我刚所讲说，我们高沙族的，只要你15年、20年无登记迄个保留地，所以传定了村长了、县议员，他们事先去登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就变成他们的土地。所以我们周围的高沙族，奇怪是安那，怎么会变成他们的？因为他们是民意代表，代先怎样？所以中华民国就是用这样的观念灌输咱台湾人，那么久了，继续，这就是你家己的土地，变成自然，这个是你就地合法的土地。这个就是意味着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啦。流亡人，对不对？70年无人讲啊。还好我们第64年，我们的秘书长就控告。这违反，所以美国法院就最高法诶高等法院判决5项判决，大家来知影嘛吼，我们都很清楚，判决就是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甲 the people on Taiwan 的英语是都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必须定法官发觉它真正的意义无同。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无论啥人住伫台湾的人，当作台湾人。所以英文美国说啊 ，Native people 啊，或者是 The people on Taiwan。所以，我们也看见这样的状况，只有秘书长英文非常的造诣非常高。而且他几天就可以知道重点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必须定经历了后拢伫新台湾论，所以我们真正的依法证据书本都在新台湾论，所以要请呼吁大家回去时，假如没有的话一定要买，这是无论长长久久，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离不开新台湾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秘书长很客气呢，啊，这个新台湾论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呢，是刚好同事以前的何瑞炎啊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们就研究英文，然后秘书长就看了，他都两层一样，秘书长那么高的原文书，我啪个刷给三更半夜哈、哦，刷给半枚，这边底下研究翻译，然后刚好这个他的同事呢，也是白宫的情报局资料组的负责人，所以美国的50年以后的最机密就可以解密，所以64年啊，所以必须定就很清楚，哎，这是一机会，所以他每次说这是天意，是天佑台湾，但不能是不知道呢，好像都是死胡同，然后都西楼西楼几条啊，都在边。乱乱蛇，唔知咱的出路伫对，我们不晓得怎么走。我们高沙族说，只有我们才是台湾的主人。我就跟几个高沙族说，我跟他们挑战。好啊，你说高沙族是台湾的主人，不错，是几千年已经来到台湾。但是我们那么多族，10多的族群当中，有没有整合啊？没有办法整合啊。阿美族说人多，13万到15万的人口，那泰尔族到7、8万，哪一个会认输啊？
不会认输啊，只会砍头出草。那这样出草的时候，整个高沙族都会灭亡啊，会灭亡啊。那唯一能够让台湾有主权的这个定位呢？你看，对荷兰、西班牙、郑成功，啊，一直到日本时代时，他就整理我们台湾的地位。那台湾的地位呢？到了1937年，皇民化，就是让所有本土台湾人，那时候说大家都是台湾人，来学习日本威，因为他要整理整个的所有台湾人的架构，就像日本人赶快，所以建筑有进步不？世界博览会有一次在台湾开召开世界博览会，所以可见那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台湾已经发达到那个地步，是因为日本在帮助整个台湾，因为台湾陪欧西日本天皇，所以建筑物你看，你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大都市火车站景碎啊，哦，假如没有打掉的话，那是都是古迹呢。中国就是这样了，把你全部打掉，不要留日本文化的痕迹，把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带到台湾。我跟我的姐夫聊的时候，我姐夫是辽宁省的，我们谈到那时候，我以前还以为说主张台湾独立是一条路，结果就常常骂我刘福全，哦，我以前名字是不是亚夫夏的，是李福全。刘福全干什么？你怎么台湾独立，啊，你怎么会推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我说姐夫啊，中华民国你们的宪法都包括蒙古，外蒙古当然有独立了，整个35、36省的这个中国人拢是伫内底呢。那你知道台湾有没有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姐夫你不知道啊，我参加台湾民政府我才知道啊。以前你知道不？中华民国的宪法无台湾，以前你知道不？有人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参与台湾民政府的时候，事实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所以这些的历史经验让我们清楚说，原来中华民国就这样压制。那更可怕的是，自己台湾人在压制台湾人，说啊，我们一定会当选。真的11月、12月，老马真的宣布说明年停止的，哇，那边台湾人会高兴哦，因为他们以为说啊，一定赢，但是那是美军政府的责任。所以我刚刚在谈到美军政府，清泉岗、陆海空都是美军在掌控，万新德关的五峰、五峰乡那边一个乐山基地，东南亚最高而且最强的反飞弹雷达，也是美国底下控制，所以整个全台湾都已经控制被美国，因为他就是要保护让台湾人安全嘛，所以以为说啊，台湾独立是才是最好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必听美国，也不必听日本，我们自己自主就好了，因为这是联合国的规定，说人民自觉。他不知道人民自觉是什么，因为你只要被日本天皇成为，你看马关条约，你知道吗？我以前也不知道啊。马关条约1895年生效的时候，台湾澎湖大清帝国皇帝永久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天皇，永久割让，但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有没有？只有割让而已。那割让以后，你看日本战败了，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就接收了。所以今天的
第二个中国人在台湾就是安尼啦。咱的为台湾人嘛是同款，唔知无研究，所以都一直说咱是诈骗集团。所以这里我就跟几个高沙子说，你没有经验讨论，你没有对面讨论，噶无研究，然后干那红虾哪点？那红虾不是最真根本了，对不对？啊，这里是红虾了。你们台语好多位说红虾是，这个不是真正嘛，对不对？那我们高沙族也是，你这个专门听信谣言的，你会肚子痛啊。我们的文化，但是这些都是一直活在让台湾人的生活中，因为不知道嘛，而且也不知道属性。所以真正虽然我改以前让高沙族甲背对，有时候就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到大湖哦，台湖讲客话呢，客家语呢，那边有客家语吗？有哈哦，另外暗号，我讲几句话，那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学到的。哦，他就说繁殖繁殖繁内繁内，我说你再讲我就杀你哦，哇，那个都吓一跳呢，客家语了吧？强气的，那当然我不会这样做，只是因为气得要命嘛，被欺负嘛。所以有的到都市的高沙族青年也是同样，因为无互相无了解嘛，就是误解嘛。那是误解，转告警示来化解那个误解，那事实就会出现了。那事实属性列观念就一旦改了，今天这观念没有办法改，是因为好像说只有我听到的才是，没有真正参与台湾民政府的研究训练班，不会清楚。当然今天这参加初级班还有高级班，我们不是说马上就全部都了解，因为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整个都了解嘛，但是也是一步一步回去的时候，可以跟你的好友朋友再继续讨论。所以这个我看到了整个的状况呢，我们是用生命来看今天的台湾民政府。那这个万国公法呢，最高的约束力在国际形同上帝法，就自然法。那这个自然法就没有人好好解释他的人权，只有在上帝的生命里面才每一个人都平等。那所以人权也是从他们，因为以前基督教西方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熏陶嘛，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人还是没有办法跟上，不过就是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我们控美案的时候，我们特别加强这个五个条约，有20多条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秘书长分析有至少这个有5条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头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所以中华民国老马他们那几个说，哎，这个就是放弃了，我们代表4个联军4个盟国来代替，然后就成为我就是真正的接收的国家。问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记录说收受国，对这个国家哪一个国家被接受，没有，只是你是暂时代理哪点啦？代理不是所有权的，吼、哦。所以美国跟中华民国治理当局，本来就是已经没有中华民国这存在，美国就把它当作台湾治理当局。那台湾治理当局才会有那个台湾关系法。所以这些
在一般今天的中国人跟一般台湾人没有去研究，以为是放弃台湾。实际上，这个日本是今嘛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是因为日本是二元制的，跟那个英国的女王二元制，日本天皇、日本天皇跟日本天皇委托人民组织的政府，就是今仔日今嘛的日本政府，所以日本政府只不过是放弃，他有没有权利放弃所有权？有不？有没有？他没有权利，因为他只不过是受日本天皇的委托来管理日本政府，所以他只不过是放弃管理权，不是所有权哦。以前你捌听过无？以前阿未到阿未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时候，你知无？我嘛唔知呢，嘿嘿，我嘛唔知啦。是到台湾民政府研究讨论训练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二元制的，所以只有放弃管辖权、管理权。所以同样的，美国委托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只不过是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权力代替美国的主，它是主要占领权的国家，无权，迄个无权。请求让做北部嘛，那我们有，假如你是所有权状的名字，叫你列给那说，哦，外给我了，还有我的土地，属于我的土地就给我，除非你移转到你的孩子的名字，所以这个所有权状就变成孩子的名字。假如没有的话，孩子怎么叫也没有办法。但是日本天皇跟我刚刚比喻的某港没有。是不一样的，日本天皇是他们，你看永久一直都是日本天皇的财产，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包括韩国的主岛独立岛，也包括苏联在战被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还有今天今仔日让台湾陪欧，这个都是日本帝国日本天皇的所有权。所以我们为什么继续在加强我们自己的内容和事实的存在，和台湾人知道，虽然辛苦，虽然和你侮辱可能有时候会排斥啦，会有时候就给你调侃啦，这个不要紧，因为因无了解，那我们了解了就是这个很清楚。所以所有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在日本天皇。第二，日本这些人民由美国军事政府最后的处分跟支配，所以为什么委托蒋介石，就是因为他可以抵抗共产党，避免共产党进到台湾，因为国共自己内乱嘛，最后就国民党蒋介石就输了，所以美国也派两艘舰艇来帮助中国这个中华民国或者是国民党的军队呢，来听好听的是退到台湾，实际上是投盟。一个占领战争法有一条，你是用你原来国家的名字，就像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嘛，对不对？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呢，是蒋介石在掌控。然后打输了就逃亡，还是用中华民国的名字逃到台湾。所以战争法的规定说，你只要离开你的国家，你带着原来的名字到别的国家的时候，那就是 exile government， 那就是逃亡流亡政府。所以为什么会 Chinese Taipei， 我们都不知道啊。哇，有的人说不要 Chinese Taipei 了，我们改台湾了。没有办法， Chinese Taipei 就是大家公认，也是他们几个
认为邦交的国家所认定的。你看有没有看到说，跟日本邦交的时候，有没有正式用台湾？有没有？用日本文化交流协会，有没有？日本跟日本邦交，其实也不是邦交，是一个关系而已。然后美国是美国在台协会，是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而已，不是官方的。因为台湾不是国家嘛，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流亡嘛，这个很清楚啊。我们以前没有研究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来告诉你政府的时候，这样怎样？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事实是这样。好，这些就是依法，还有我们慢慢的去。那第三个，确认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第23条。好，这个是现在还是美国主要的占领权，所以他掌控了陆海空。所以为什么把那个国民党党徽慢慢涂销？有没有？几个飞机，或是当然有的军队还是有放党徽了，但是一般也几乎都慢慢的涂销。美国就告诉了这个应该不能使用了。那然后21条呢？中国战后应有的好处呢？所以因为日本跟中国，然后他们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那你日本进入到中国，那也一些赔偿的也有赔偿，但是台湾澎湖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台湾赔额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的，跟中国有关系不？有关系不？无关系，没有啊。所以我们以前不知道嘛，对不对？来告民政府，安尼清楚不？我们清楚了。那最后一条，26条。日本可以单独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但是不能超过旧金山和平的内容。这就是但让台湾民政府了，所以秘书长说，我们最后就是跟日本邦联联邦，安尼清楚不？所以我们邦联联邦，我们把农业农产品弄好，然后销给外销到日本。邦联联邦啊，一定是。大家都彼此很好的关系，在美国在台湾那一段的时间，为什么台湾成为四条龙，还有4条小龙？那是因为美国早就已经帮助台湾，所以有很多的不够的地方，美国底下帮站。但是离开以后啊，因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还是一直往中国倾斜，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会以后我们就更清楚。所以现在是这个都在担任了台湾民政府。好，你看，连那个几个将军，他也说：“哎，我们已经不是分什么哪一军了，我们都是中国军了。”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是什么？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简称是什么？中国。这安尼无怪，拢是两个中国，拢是中国军嘛。那他们有没有被判刑？像这样的话，早就判刑了。但是金马伯啊，因为他们就是喜欢，本来就是中国。2010年6月29号 ECFA 两个中国签的时候早就已经定了。你们有看到福茂货贸吗？那中国大学生跑到这边一个月三万，你们囡仔读大学有补助不？你看他们一个月3万呢，你看补助的那么大，差别那么大。高沙组虽然是有免费有减免的奖学金也有，但是还是不如中国的大学生啊。你看多对待中国的大学生。所以这个将军呢，有两个将军村将军村的中国，一
因为太多的将军、校官、中华民国的都退到那边，都在那边避暑，然后在那边盖很漂亮的将军村。那嘛是18%，是共军的钱吗？都是台湾的血汗钱啊！所以我就跟我的姐夫说：“姐夫啊，当然你们很辛苦，真的是来到台湾。但是你的薪水不是中国给你的啊，也不是中华民国给你，只不过是规定而已。真正的是台湾人的血汗呢、啊。”有时候我们谈的 很多的时候，他就哎，啊，你慢慢的了解了。嗯、好，那这个是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些的状况呢，我们自己本身初级班、高级班，然后进入到专训和武官，这些都一步一步的训练，因为等于要常常复习，讲师可能有的会重复。但是就像咱开车嘛哈，南哈，熟能成巧，不要说只有一次开车就可以开得很熟，不会啊，一定要常常练啊，赶快的，让台湾民政府也有法理论述啦，还有听的都可以在网路那边都继续听继续看哈。那真正的在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对台湾国际地位就有这样的论述：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目前是1960年那时候的美国只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占领跟有效统治，到现在，所以他只不过是带领者，代替美国。但是很清楚，国务院里面已经讲表明了，2007年8月30号，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很清楚啊。那一般台湾人说，是安那，咱国家本来是台湾这个国家啊，共和国啊，有政府啊，军队、土地、人民有政府啊。好像这个四个项目都有了，问题他们有主权。然后我再回到刚刚谈到，只有日本来帮助台湾，除了建筑物以外呢，法理也开始把台湾当作主权的定位。从1937年一直到1945年，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就宣布。昭告全世界，台湾澎湖就是我的，那是很清楚啊。所以那个是已经把台湾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已经在日本天皇的手中。所以建筑物啊都很漂亮，对不对？哦，盖的几乎都是我们在山上那个铁线桥，哇，还是很坚固啊，日本做的。所以像是那个苏花公路，我说啊，这是中国国军做的，那是以后他们补的。实际上，真的在做苏花公路，就是日本时代啊。不听过不？唔办哈，就这么跟你讲。好，在2009年12月15号左右的时候，习近平还是副董座，还没有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就去见日本天皇，我们现在中国有钱了，现在中国有钱了，我们想要买台湾，要买台湾。这个日本天皇说，我们从历史一直到现在从来不卖东西给任何人，甚至土地更不用说。所以他们日本天皇都是一系列的家族的，不会像那个中国，你看，不管是元朝、明朝，然后清朝，不同的朝代，然后连自己的叔辈互相残杀，连自己的兄弟也互相残杀，为了这个地位，不管了、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一段时间，小朋友可以控告北部呢，
囡仔一旦控告，然后用好像情报员一样，就告诉说啊，我父母亲什么，被父母亲马上抓起来枪毙，因为没有那种家庭的观念嘛，没有人那个生命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娘，韩国的一个牧师娘，那是几年前，他们到中国内陆，内陆的时候很落后的国家，很落后的地方，那中国的内陆，这个有一次，这个牧师娘呢，说哎，怎么她坐计程车，后来起来一起，哎，想那巴都疼，一看被开刀，里面的脏，内脏换掉，然后很像那个什么订书机啊，按那订，所以他马上回韩国。所以我也去过内陆啊，这十点钟啊，我们是到地下教会啊，因为不能公开啊。结果中午休困的时候，哦，在里面哦，在巴士里面哦，小孩子可以在那边大便呢，哇，吞论呢。我有一个女牧师，我们说啊，我们只好讨论忍耐，不能讲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被赶出去。结果有的那个乱吐痰，咳咳外咳屁，咳咳到咳到咳，妈哇，吞论十点钟呢。然后我们在中午休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去洗手间。洗手间是怎么样？要跳慢步呢，因为都是地雷啊。结果那个女牧师呢，她去马上回来，她不要放了，用憋到晚上。你看这样的生活方式，结果中国还是，啊，这个是我们像九三他们的阅兵说，这个才是世界最强。哎，美国是最强，难道美国就停摆吗？然后让中国超越吗？完了不？不啊，他本来就是强的，然后他会给你，哎，给你弹，哦，中国来哦，来弹你，有不？不啊。所以那些一千多枚飞弹，其实美国他说不要怕，我只要把他中国的卫星打掉几个，然后我把我的卫星关掉十几个，他们的飞弹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鞭炮一样。那当然这个是美国的说辞，也是这方面的。所以那今天日本非常强的战斗，然后潜水艇，日本潜水艇做的时候每年都换呢。你看假如说规定日本，世界假如说规定日本是只有15艘，但是他每天都要做一艘啊，所以第15艘藏起来，藏在海里面，然后第一艘新的跑出来还是15艘，明年再做新的一艘，然后这个第15艘本来第16嘛，把藏起来又放在，现在有100多艘啊。秘书长讲过，所以日本、美国进到台湾，在3天之内，甚至1天之内，整个浮出来的时候，这个日本们是强。当然，不是就日本了，美国不能在那边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安保条约帮助台湾，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听过嘛，因为我们不学这个，但是来到这地方偶尔听这样一旦知道消息，所以到最后这个习近平就回到中国了，没办法买台湾了，所以很清楚台湾不是他的了。一般台湾人，然后中华民国说啊，我们不同不独不无，你底下笑微。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还有秘书长夫人的这个人权宣言15条，好，那今天我们思考这个真正的控告，我们秘书长控告中华民国228这个的事情很清楚。
因为已经违反战争法了，强迫我们台湾人把身份证国籍归入到中华民国国籍，这是本来就违反了嘛。那我们就控告，所以我们我们的一个 Cam 代表律师，不是有两个代表，美国代表来到我们这明天，还有今天在台南，明天的高雄大游行造势，他们会来，他们来看。那 Cam 呢，在去年九月的时候，你看有没有像秘书长一样，委托一个律师，竟然八年才看见，完了不？你们委托一个诉讼案件，有没有等到八年呢？转税改跟他让你必须定了。假如我们委托另外一个律师代替我们诉讼我们的案件的时候，哦，一礼拜一拜，还是两礼拜一拜，啊，一个月给我们告诉说，即马进电是安怎？那这些一定会告诉我们说，诉讼的状况进展到什么地步嘛，对不对？但是让必须定，对你才可以看见真正委托。我们委托我们的律师 Cam 八年以后才真正见面，这真的是打破历史记录啊！我有没有想过，想一下，委托律师竟然八年才看见，而且都完全相信。所以今天是我们的代替诉讼律师也来，他在我们早上讲得很清楚，百分百我们一定会胜打胜战。他讲得也很清楚，因为违反战争法，然后强迫人权，特别在美国法院里面，强迫人权是最高一等的呢。不亲像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官判刑的时候，五年、十年。该我这里换了一个法官，然后又变成无罪，有人是无期徒刑，然后就变成判死刑，有的判死刑，然后又无罪，或者甚至又减刑，整个法官无同呢。这个最后哪一个是主要的来去判决？啊，你有合理不？有合理不？当然不合理啊！对呀，我以前不知道呢，我还会说哇，中华民国哇，法官说哇，都是很西装笔挺，然后就穿那个律师服，哇，好像高高一等的，晚来尿处啊！你看我们高沙族的徒弟，有一次两年前，在我的家乡一个另外一个部落，三更半夜刷。三个半妹两点左右的时候，哇，那个铁还是那个推土机，还有铁牛，哦，他们嘎嘎叽咕嘎嘎嘎嘎，还我们几个部落的人说啊，又是921大地震了。一看，哇，全部都是警察，三十几个警察围绕，强迫台湾我们高沙族的土地，让他们自己开发。你看在三更半夜呢，啊，不怪了苗栗县政府了，我没有话讲刘正宏的问题了，对不对？不是有些闹自杀的，为了土地都是在苗栗。这边有没有苗栗的？没苗栗你呢？没有，不怕的。好，那乡镇的事情都在中华民国，到处都是啊，强迫台湾人民。哦，安尼加在有咱台湾民政府，安尼好无？爱看恁哦，爱看恁哦，会参顾。所以同样的，我们这个状况很清楚，这个是有暗号、有案件、有号码，这不是诈骗集团的呢。假如诈骗集团有这样的暗号吗？有法院秘书长说，你们可以看这个暗号，你就把
网络去点，内容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咱的立场就是真正为着台湾的百姓，为着咱台湾的后代来设想。所以今天我们参与这样的训练，也是同款。那你看得忝，会当休困十分钟无？安尼，快紧，看到安尼十分钟两条，休困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快紧。